15日，吴谦与出席某钟表开幕展览，戴上过百万珠宝的他特意穿上红色礼服，很是隆重。第一次佩戴过百万珠宝，谦与比比小心翼翼，跟特意买了保险，看来是个居家过日子的好姑娘。即便到了澳门，应该也不会轻易进赌场碰运气吧。很少去赌钱，因为我每一次都输，然后没有一次是赢过的，所以我对这件事情我觉得我自己没有那个运气，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赌比较好。马上就过生日的吴谦宇透露生日会在工作中度过，不过大家最关心的还是男友林峰会送什么生日礼物。谦宇比比坦言自己也不知情，看来林峰的保密工作做得相当到位。对啊，他是挺有心的一个，就是很心事的人。女友已经隔空喊话了，林峰不用心准备礼物也不行了。早前两人被拍到穿情侣装逛街，举止亲密，不过吴谦宇却否认，表示只是巧合。是我觉得被拍到，因为刚好穿同一个颜色的衣服，然后他们就问是不是穿那个情侣，然后我就说不是，因为我自己也没有留意，然后是看到报道我才留意。情侣衫都能凑巧，看来两人真是缘分不浅，不在一起大家都不答应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